然后慢慢练，慢慢练，慢慢练，就不会了。不过你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血我最怕吗？那时候我骑机车去在那个边河市那里，靠近那个胡志明市那里，靠近那个八成市那里水啊，就是回来的路程啊，经过那里啊，那个女孩子跟我走，跟我骑机车就这样，就是速度就是两个一起的了，差不多了。然后她就闯过我面前了，一闯过面前的速度快，那一台车啊，就过去，然后整个人都是血，那个脑都跑出来，路上那里的哦，看那个刀像那个刀子一样。那从那时候我就看到血我才怕。现在不会了，慢慢就不会了。还好，现在之后，比如说你们要留这么多的话，我们要想到以前我遇到那件事的话还好。如果流血这种红红的，你叫我帮你包起来的那种啊，我就怕了，我又想到那件事了，所以从那件事到现在呀，我就不管骑机车骑什么的，我都很慢。啊，我以前的天哪，我跑得很快呢。您刮胡子还要考照吗？刮胡子没有，是指甲。哦，就剪指甲考照啊，刮胡子不用考照。就指甲跟那个美甲的，我有考证照。好，我有考。美发的没有考。还有那个打斑婚纱的有考。婚纱。对。嗯。考两种而已。啊，你那时候你练那个考那个刮胡子练那个考那柳丁不是那个柠檬练多久？其实我练的时候也是很快啦，一个礼拜我就开始练会了，然后剪就不会破皮了，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去学的时候啊，你练我练你的啊。哦，你练一个礼拜就开始跟人家客人刮胡子了。没有客人啦，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啦，不管男女生啦。啊，你练一起在那里学的都练了。你练一个礼拜就会了。对啊。练一个礼拜就会了，就给你客人，你敢下去刮胡子吗？然后差不多一个月，然后我就哦，就下去客人刮胡子。哦。用我用柠檬练刮胡刀，我头一次听到呢。我跟你讲，嘿，你还不知道那个柠檬那个皮啊？我们那边的柠檬都不是这样就变得黄色的，你买那种绿色的，你刨哦，绿色的，对，绿色那层皮，你刨掉那个层皮，然后它就你，我学两种嘛，修指甲跟那修胡须，对。不要你浪费钱的话，他叫你把那个柠檬那层绿皮的。刮起来，慢慢的刮，刮到啊，它那个绿色的那一层皮刮掉了，那个白色还有一层白色，对，开始剪，剪那个白用就练剪指甲，那剪那个白白的，但是你那层泥，如果你剪的时候它一破皮破掉了，流汤出来了，就是表示你剪的就是。你如果你剪的指甲真的指甲就会流血的哦，就是这样啊。那时候哪有就说哪有这么多人给你这么练，每天这样，哪有这样？一开始去学的话，谁都练那个柠檬。那时候我们那边用柠檬。台湾都练刮脚毛，台湾都练刮脚毛。哦，你们越南就是练柠檬。刮柠檬啦哈，刮柠檬，刮完那柠檬还可以吃，榨成柠檬汁。哈哈哈！来，叫他开钱去买哦。现在叫他练这样，有人给他练，他都没有练。